我波浪键不也这两年才用的吗？是的呀，我以前也不 A 塔呀，我现在老 A 防御塔，我没办法呀。2层流血，等一会儿啊，他一级血的 Q 挺好的。哎，我居然没升，我凭啥没升呢？这不行了啊！这电刑打的落手确实有点难打，你知道吧？咱要是征服者，还能跟他拼一拼，干一干，这直接回家了。你记住，如果你带电刑，那么你在线上的能力就不会很强啊，这是你要记住的一点。我们要杀他，就等六级。弟弟还是弟弟，弟弟不讲武德，开始掉人了。我想说什么来着？给我打断了。哎，这人头不是我的，挺烦。怎么还卡上兵线了呢，小老弟？挡一层流血啊！往这走来，他可能会叫 Q 闪啊，不过他不叫闪现，我们就点炎换疾跑还可以接受。说实话，让我的车丢了，挺烦人的。戳他。nice 啊，信哥！哎呦我，好快的枪！好枪！回家了，无敌了。厕所回城。你大爷的！你有皮孩吗？你就追。拜拜。这波卡的视野加闪现啊！现在这厕所回城感觉不行了呀，他们老看着厕所就很烦。
我看那于小 C 说谁呀、啊、出门带了20来瓶腐败药水啊，不是真有人出门带这老些药水吗？卡这八个呀，谁卡八个了？乐言不是苗爷怪吗？叫什么乐言？叫乐爷？乐言是你叫的吗？拜拜。这就是电刑厉害的地方，你知道吧？不给他打持续作战的时间。直接就是有爆发，但如果你一套秒不了他，那他就会把你砍死。猴哥以前也卡过药水，你放屁！我什么时候卡过药水？你放你的五香麻辣屁！哎呀！这怎么办啊？装甲猴其实是真猴。嘿嘿嘿嘿，哎呀哎呀哎呦，舅舅来个人，舅舅快快快，舅舅拜拜，我走了，我溜了，嘿嘿，哎呀哈哈，再见。难受不？嗯，气坏了。假装补刀让他拉，哎，再往后退，好，回家。你看这种就得骗，好像差点钱是吧？我看差多少啊，2100啊，差一点。谁死了？赵信死了，这小子要控线了，那我回去了，好吧。如果他不控线的话，他要推这波兵，我们吃了，吃完以后我们凶死了，哎，我们凶死了。如果他这波还不走，他是没闪现的啊，我只要拦够一套技能，我们就可以杀他。但现在蓝不是很够，70+100+80，这边他再敢拉我，他就死。250吗？250，等一等吧。给他一种就是我们杀不了他的这种假象啊，升个级应该就够了。哎哎哎！你不对啊，你不对劲。给你吃了。
帮帮帮我推了，人头没吃着，给我吃个一血塔吧。再推一波，我这实在是杀不了，算了吧。哎，这是在干什么啊？铁板鞋。他是感觉我是没蓝是吧？他可能没想到我爆发有这么高，你知道吗？想吃塔皮是肯定是不行的，兄弟。落手在左边，我们找他一下。算了，焦闪不杀了吧。往中路来一波啊！哟，可以来越一波。没有视野，可以。天杀女枪 ，EA Q 死。再杀萨芬妮呀，谁给我的盾呢？好厚的盾呢。钢铁烈阳之匣吧，还可以。哎，这个匣挺厉害呀。你怕啥？你给我干他。不要害怕，咋的了？我收个车都不行啊！我不仅收个车，我还在这蹲守，我还吃个馄饨。女枪没了，刷这个吧。这女枪怎么跑去打红去了呢？刷完了。你没有见过我停下筷子的时候，那是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把一整天的时间全部都包揽了呀。哪去了那装备？
哎呦！哎呀呀呀呀！这有点烦啊，这。倒点水。没事，下波女枪没闪现了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来了，不用害怕啊，我在旁边呢。哥，这肯定是死定了啊！好，走呗，看一下这边怎么打啊！先杀挖掘给我定住了，挺烦人的。转起来杀亚索吧，那只能说是杀一个试试了。1025，差点钱呢，把这药卖了。正面打团的位置太差了，那脆那肯定是脆的，上去指定是吃控。刚才我都等一等再上了，那萨芬尼还是把我控住了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两件装备已经出来了，等到第三件就好了。你在下路，我去中吧呢。这玩意儿带禁锢的确实是挺烦人啊，上当了。硬拆呀！这不行啊，这我们得在下路拆了，我发现。我们家优势这么大，为什么感觉打起团来这么费劲呢？
等一下人吧，等人，把那辅助先给他杀了。这老杀我呀，这人这。把这 ADC 给他杀了，可以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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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害怕，你别害怕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别怕，你他妈满血怕什么玩意儿呢，兄弟，这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干哈呢？你在干嘛？你怕什么呀？你有什么好怕的呀，兄弟啊？这有什么好怕的呀？现在你上了，现在你就别上了，现在后退呀。该上不上，不该上瞎上。你很怕呀？真是佛了，这不往上上，我操！我杀那亚索就两秒，他要控住的话啊，他不控住不行。第一次听猴哥骂人，我没骂人啊，我可没骂人啊，我可啥也没说。我骂他傻了，我可没骂人啊，别瞎说。我们得要一圈，点人呢，这 AD 没打过辅助啊，我的天。来个幽梦啊，脆肯定是脆了点，那还能不脆吗？他们也一样，我不能说是我杀完一个我杀第二个，我没有那么多吸地，你知道吧，我得再等一等。我刚才把女枪杀完以后，我那没有吸地了，那挖掘机我已经杀不了了，他有吸地，我们没有啊。上边团的俺们杀了三个人还是俩，杀了俩人，亚索先死了，亚索啥也没干就死了，然后俺们家还能打不赢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咋打的，这团很怪呀。这团战打得很奇怪呀。等一下女枪啊，等一下女枪，来打大龙了，快点过来呀，先把这辅助杀了啊！嘿，落手，嘿，落手，哈哈！桃子，我们去上路，把上路推了，那落手在龙坑里边出不来了。
然后剩1000来滴血的大龙，你说你也打不掉，只能瞅着。我今天不 A 死你，有盾问题不大。先把塔拆了啊！死！你就直接拆基地呗，这就，这还有什么好怕的？真的是。那不行啊，这辅助必须得给他杀了，这挖掘给就看着我。伤害肯定是高的，就是有点脆，你知道吧，就是有点脆。这把我们来把银马行不行？